好，然后你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？我想解决我妹妹的问题，她有自闭症，我怕她自杀，我想她成功达到美国。我看到一个人呐，很开朗，很开朗，很开朗，就是又是跳啊，又是蹦的，这小时候啊。后来啊，慢慢，好像那个一个，这个腿啊被什么咬住了呀？好像这个腿被什么咬住了呀？然后他越来越不开朗，越来越不开朗，越来越不开朗了呀。小时候是正常的，小时候很开朗，后来就越来越不开朗，越来越不开朗，越来越不开朗。你们不知道，他一直闷在心里边，一直闷在心里边。这个主腿出了问题，好像被一个东西咬住了，就这样的呢，变得，他爱面子，同谁也没讲，但他心里明白，他心里一直想啊，会不会突然有哪天我腿不能走路了呀？腿不能走路了，我下半辈子怎么办？我腿不能走路了，我下半辈子怎么办？我腿不能走路了，我下半辈子怎么办？他没讲，你们也不知道。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也是这样？这个腿有问题的人有没有？哎，好像没好有。像没有哦，就不管他啊。我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他没讲，你们不知道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家里其他人还有这个问题的话，还能从得到点线索，但是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这个不是我爸爸妈妈同一个家，但是我表哥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表哥这样子的，对。表哥就是同个外婆，哎，就是这叫表哥吧？表哥，就是我妈妈的哥哥的儿子，妈妈的哥哥的儿子就是同个外婆，对对，哎，同个外婆，好。好，我现在重复告诉你一句话啊。一开始很开朗的，又是蹦啊，又是跳啊，又是蹦啊，又是跳。小时候，后来不知哪天开始就发现这个腿不灵活了呀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，就那个就相当于那个大脚趾被最后被咬住了的那个就走路啊，好像有问题。他很敏感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他出于面子，就家里人谁也没讲，家里人谁也没讲。家里人谁也没讲，所以他从来没讲过，闷在心里边。人家只看到他闷在心里边，就感觉不说话了。原来很开朗呀，又是蹦啊跳，又是蹦啊，又是跳啊。突然有一天开始，他就不说话了呀。他知道主体出了问题，他也知道未来的哪一天，说不定我不能走路了。那不能走路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对他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你心思了，我现在知道你现实了，心里怎么想的？我现在知道你心思了。我现在知道你心思了。哎，然后谢谢你，让我知道了你的心思。谢谢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好，现在你起来走几步啊？为什么呢？你走几步？你慢慢感觉这个脚，你看你看看，感觉这个脚，然后你走这你。”10年以后的脚，你慢慢走，走啊。20年以后的，到20年以后啊，我现在告诉你啊，20年以后啊，你自己脚也出问题了，也是这个脚。好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，我告诉你啊。好，20年以后啊，你也出问题了，这个脚啊。医生，你好，这里脓。他先出问题，然后你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提前告诉了这个问题。”谢谢你提醒我，告诉我这个问哎，题。谢谢你提前告诉了这个问题。谢谢你提前我告诉我这个问题。哎，谢谢你提前告诉了我这个问题。谢谢你提前我告诉我这个问题。不要加一个我，提前告诉了我这个问题。谢谢你提提前前告告诉我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。哎，就相当于这个是什么一个事情呢？你现在身上没事，但是20年以后啊。你也会有同样的问题，好在做这个事情的一个，从这里边就知道了同个问题，实际上是那个主腿的这个问题。哎，你现在就慢慢心里去知道这个问题了吗？然后你对他说不着急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这个问题，不着急，我们共面对这同个问题。面对这个问题。哦。我在看过去的时候，看过去啊，看过
面前一个坟墓，看那个坟墓，坟墓那边呢竖了一个天主教，不是十字架的吗？天主教有十字架的，但那个十字架的头已经砍掉了。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本来有十字架嘛，在坟墓那边插个十字架，但是十字架头已经砍掉了，就成了个梯字形了。成了梯字形了。然后你心里想到这个坟墓，你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要十字架。我心里想知道你是要那个梯字架。哎，我知道你心里要的是十字架。我心里知道你是要那个是十字架。哎，我知道你要的是十字架。我知道你需要的十字架。但是。现在你缺了一节。你缺了一节。缺了一节就缺了上半节嘛。对呀、啊，你缺了一节。你缺了一节。所以就像那个腿上缺了一节。就像这个腿上缺了一节。就像那个腿啊，缺了一节。就像那个腿缺了一节。这腿缺了一节，那个走路就不平了嘛。然后继续说，我知道你想要十字架。我知道你想要十字架。但是上面缺了一节。然后你对他说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是共产党不允许我们这样搞。就是共产党不需要我们这样子。不允许我们这样搞。共产党不允许我们这样子的。哎，这是就是你那个外婆背上的一个宗教信仰。他是信那个天主教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文革那的时候呢，你涉及到宗教信仰，他会抓人的。所以呢，你家里搞坟墓的时候呢，竖了个东西，糊弄他一下，心里想给他，但是呢，怕共产党来管这个事情呢，十字架头没升上去，明白意思吧？十字架没升上去，是你外婆这边的事。然后，你说我知道你的宗教信仰。我知道你的宗教信仰。现在我把这个十字架帮你接起来。现在我把你的十字架建起来。接起来，连接的接，我现在把你的十字架。接起来，哎，连接就是接上去，然后呢，你手伸一下子就原来是个 T 字形嘛 ，T 字形，你手伸过来，对，伸过来，对，接上去，哎，他感觉有能量的呀，哎，他那个外婆啊，那个外婆在坟墓里不拉你那个妹妹的腿了呀，不拉你那个妹妹的腿了呀，原来刚才你不是说那个你那个表哥是吧？对，这同鬼是他也是被拉住了呀。拉住了呀，哎，拉住了呀。好，现在那个是不只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就像那外婆和外婆以上的人，他是都是宗教信仰的。后来到你妈妈那边，就门给全部砍掉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些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当时坟头上住的时候呢，提前他外婆是有交代的，你给我住个十字架。但是呢，就是你的妈妈这边啊，其他人害怕呢，没住个十字架。就是垒砖头的时候垒了一个横条，明白意思吧？是做的时候是砌了一个横条，但那个十字架呢上面就没住起来，害怕嘛。哦，你说我现在已经纠正好了。现在我已经纠正好了。哎，说纠正好的时候，你那个前辈啊，安息了，是那个天主教。还不是基督教，是天主教，信天主教的。哦，然后你说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然后又说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。哎，说完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的时候，哎，你妈妈那个你那个妹妹啊，又开朗了呀，又回到了以前那个，笑啊跳啊蹦啊跳啊，明白吧？是被那个前辈啊拉住了。前面呢就觉得那个宗教信仰没有传承下去，
哦，你说我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现在呢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现在你不知道这个真切的含义了，但是你平时呢有，想到这个事情呢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这句话呢，就是说讲给你那个前辈听的。明白意思吧？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所以呢，他知道你心里有这个十字架，他就知道哦，我的宗教信仰还在。十字架。那么他就安息了，就不会拉住他妹妹了。十字架在我心里，十字架。直接被突突的呀！特别突突的。如果这个事情没了结呢，就会来突他了，也就是到后面的人都会有问题，因为都是同个老祖宗嘛。嗯。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。哎，十字架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，你就是把他的，就是说在我的什么心里，在什么心里，在活着的人，只要是你妈妈，这一个辈分上的，你觉得同他亲密的，你心里念一遍，在谁的心里就是在谁的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弟弟的罗伯特要放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弟弟的。哎，对，现在就在见上了，就是十字架在我就不拖了的心里，将父亲在他的心里。嗯。十字架在。罗伯特要放的心里，十字架在罗伯特要放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江富宽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家人的心里。啊、哦，现在他安息了，安息了。你爸爸心里。十字架在我爸爸的心里，江富宽的心里。对。十字架在我爸爸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爸爸的心里，江心才有我娘老的，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，十字架。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放毛巾。嗯。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放毛巾。嗯。然后呢？好，现在他已经安息了。安息以后呢？实际上你替你妹妹做了。如果说她能接受这些，你将来啊，或者什么时候，你告诉她，就是说，或者你就是这样说，我们前辈的宗教信仰是天主教。天主教。你就说这个事，如果。他不信这些，或者什么也不信呢？你替他做也行，或者呢，你就简单告诉一句话：你在他那个心情好的，或者是接受的时候呢，你说实际上在我的心里，就是刚才我教你的那句话，就可以了。实际上就是讲给你的那个前辈听的。是实际上前辈因为这个事情没传承下去，他拖后代的腿了，所以他拖住了，拖住了以后，他感觉到你们还没感觉到的是，他首先被拖到了，包括你说的那个。表哥嘛，他也没突出了，突出的是在左边这个，但是呢，还没到致命的时候，不像人家那个你完全走不了，他已经感觉到的时候，这个是特别是女孩子特别敏感对这些啊，他感觉那个我好好的腿走不路走不动了，走路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着急了嘛，所以他跟他疙瘩在这里呢，然后继续说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十字架在我心里。哎，你看呢？他这个动作做得比我好，因为这个是前辈传承下来的。我当时做的时候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接上去的，那个做的是，但是这个就是很传承下来的，哎。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妹妹的心里。嗯。十字架在罗西的药房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罗西的药房的心里，十字架在。我是在药房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是在药房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妈妈的心里，放毛巾，放毛巾。现在就在哪里呀、啊？人是哪里、啊？实际上，这个就同前辈有关，前辈和坟墓有关。实际上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传承的问题，被文革割掉以后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了，以后引起的。十字架在我弟弟的心里，江湖狂，江湖狂在我弟弟的心里，十字架在我弟弟的心里，十字架在。对，现在呢，后面的事情呢，就是说，首先知道这个事情，至于将来你想不想去那个，那叫天主教堂啊？这个想去也好，不想去也好，如果偶然去也没问题，反正你就心里记得有这么一个事，这样就同你那个，祖先连接上了嘛。祖先一连接上以后，他的愿望得到实现以后，他就不会来找。后代麻烦了，直接就找后代麻烦。之前就是，我之前有去基督教的教会的。啊，然后对，然后呢，你下次呢，改一下，虽然比较接近，但是他要的还是叫天主教。天主
大家都是十字架，但是差了一点点。基督教我们蛮高的，要去天主教。对，天主教。就差了这么一点点。至于那你什么他要读什么经书之类的，他不要紧，你就亲戚下表示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就可以了。我去那个教天主教那边念一下十字架，在我心里十字架。对对对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十字架在我家里的心里。对，就可以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主席。对，他来不是来害人，就是要传一个消息。但传不到的时候，他就他的目的就是要消息想传过来，一破解开就这么简单了。他们要知道，你们要明白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妹妹来了以后呢？你也带他去一下，哪怕一次，就带他去一下那个天主教堂，也没有什么要特别慎重的仪式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去一下这一个。我可以飞回去带他去一趟，就是。就是说，反正这个就是看着办就行了啊。然后反正那个，至于说妹妹来不来呢，这上面没提醒，但是呢心情好起来了，这个也了了。一了以后，对他心情好起来，这个后面做什么事情都顺了嘛。但是你一旦被那个外灵拉住了以后，就是做什么事都不顺，就拉了不给他走意思。对的，拉了以后还唱不来。对，拉了以后就会产生心理问题嘛，心理问题以后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又产生更大的问题，就是恶性循环嘛，明白意思吧？所以呢，怕那个什么自杀之类的，因为特别是女孩子，你看到那个一个男的话，可能那个他的那个意志力坚强的，我这腿不行也就算了。但女孩子的话，在意的人的话，就是我将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想多了以后就想不开了嘛，明白意思吧？好了，现在就是没有看到其他人，反正就是，至于怎么做就任意了，反正你心里记得这个。至于后面想做一点什么事情，就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。没有你的那个前辈没有特别强调要你做到哪些，但是心里要记得，心里要记得，在我心里。好了，那他笑容也出来了，一下子笑容就出来了，谢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